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阿嘎里玛斯。好，然后今天对，就是三天的台东之旅啊，台东三日游就礼拜五的时候结束了。然后也是三天还是四天没梗了吧？那今天是要来跟那个你们的 Q&A 做回答的问题啊。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是老子的问题，最喜欢第五哪个 CP？ 最喜欢的，那这样是只能选一个诶。那我选庸空好了，因为庸空仙姬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热门的两队吧。对啊，庸空仙姬、树蝶、堪咒、星幻、结缘之类的。然后最喜欢吃哪种料理？我其实都不太挑啦，但是比较偏爱面食。你觉得什么时候能够突破10000订阅呢？这个未来的事情我不能预测吧，因为这种情况也我觉得是不会持久啦。哎呀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达那个境界。好啦，然后再来下一位。下一位是盐的问题，最爱用的皮肤，最想获得的限定金。限定金的话，我就说过往的好了。我是蛮想要13两的啦。对，每个大佬都要用13两，手感觉也很好，然后也很好看啊。但是之前看到他的时候，想说，那你可以获得他有什么金皮卡之类的吗？然后就看到限定就完全没希望。然后最爱用的皮肤调香那三件，就是红菱艳冰上舞蹈，还有那个连体光丝第三弹的提炼者。对，三件手感我觉得都还不错，然后质感也不会说很差。再来红蝶的话，就是首先手感第一好的就是那两件血扇跟仙鹤。再来次好的是金皮竹华啊，再来第三个就是那个奇鱼之女，对对对啊。然后有没有想去哪里玩？对，就是才刚结束的那个台东三日游，真的很好看啊。我是说那个海边跟山，对，那个我也有给你们看，那个山搭配那些雾气，简直仙气缭绕啊。好，然后那个海也是非常的湛蓝，那个海好像是第三天还是第二天，第三天吧。对，第一天有经过屏东，但屏东的海就是灰灰脏脏的，嘿，风平浪不静啊。好，然后再来下一位的问题，可以一起写文吗？当然也可以说是剧情对话，可以呀。不过如果要就是给我提供意见的话，可以去我的粉丝群，对，就是 LINE 的粉丝群，还有 Messenger 的粉丝群，然后再私我或者是在群组里面一起做剧情的话，可以。再来是首页的问题，除了你会拉提琴那些，有没有考虑要学唱歌？其实你自己是在学唱歌的，我知道啊。对，然后唱歌，我觉得我还是唱给自己爽就好了。嘿呀，唱歌就是来纾解压力，我觉得，嘿，对，就是应该是没有兴趣去学啦。第五人格哪一对 CP 最甜？当然是官配的星幻啦，他们哦真的甜的要死。不过七夕的话，我不知道长夜星辰会不会反。要看情况吧，或者是他再出一款新的。再来是 Fisher 的问题，为什么想要做 YouTube 呢？当初是因为看很多人都在做，我那时候看到的是帅芒果导演那些，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吧。然后认为哪个影片比较好看，这个应该是要看流量。这应该是要看流量，目前流量最高应该是 CP 项啊，最热门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叫你玲玲姐吗？可以呀，你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你要叫我玲玲还是玲还是玲哥还是玲玲姐都可以，只要不要那个听起来很难听就好了。
再来，我可以加你好友吗？可以啊，都来呀、啊，都来呢。我，对，就是如果你们，对，就是之后直播会有观众场啊，有加好友的就可以参与到这样子。嘿，再来下一位，玲玲好，嘿嘿嘿，你好你好，我是我暗数3520，好好哦，原来是你哦。再来，可以一起拍片吗？可以呀，都说合作和要合作都来嘛，对吗？要合作全部都来。下一个是水月的问题，玲玲在现实有没有嬉皮？嬉皮哪里过嘞？我依我的逻辑去理解哦，你是指西装那种吗？女生是礼服啦，有啊，一定会有啊。对，就是应该还算多吧。再来，有没有看过男男或女女向的小说？小说我是没看过啦，但是动画有。对，不过动画是女女，没有男男。我对女女男男这种东西就是不太去碰触啦，不太去碰触。我都是比较偏爱异性恋少女漫画那类的。再来，下一个是小狗手工的问题，可不可以换头像？你应该是指这个吧，不是换头像吧？你是指第五的吗？感觉应该不是。YT 的话 ，YT 我的头像现在已经有人在帮我做了。对对对，就是现在他现在重做，因为上一个就是感觉质感品质还不太好。再来下一位，玲玲的爱情故事特辑，我去这个。这个其实真有说法啦，是可有很多可以讲，可是这个偏属于个人隐私啊，这样还是不要，就是先不要啦。再来下一位，你最想去哪个国家？我其实有去过国家，只有越南、韩国。大概这样而已吧，啊，地方的话就澳门，对，然后还有台湾一些离岛。其实我蛮想去日本的，但是感觉应该价格不菲啦。再来，会想要拿到红蝶 A 牌吗？我现在就是随缘了嘛 ，A 牌什么的，认知分什么的，偶尔打打就好了。嘿，就是有赢就好。好，然后再来，你第五好友是从 YT 认识，还是在第五认识，还是在现实中认识？现实中认识的比较少啊，然后我现在好友通常都是粉丝，对对对，已经有大概 80% 都是粉丝吧。在第五认识，他们大部分就是有一半都已经退坑了，嘿，对，然后叫你瞧就好。当然啊。再来下一位，玲玲，我为什么最初为什么要拍影片？对，刚才讲过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做，所以就算是跟风吧。再来，我是有什么梦想吗？其实当初对，就是只是单纯跟风，想说自己也能红，没有什么梦想可言呢、啊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所有的 Q&A， 那我们把这局解说完吧。好，首先是这个鱼女要用个香水了，一个蓄力达到吗？还谈到那这样，我翻窗翻，哈哈，他也没反应过来。好，赶紧来讲一下，我放这种古董调香冒险家小女孩，然后秋风一夜是之前的地超名语。好，这就是这个合作。再来 73% 的水汽，然后被打到了一刀，这里还有五台机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来墓地六吧，墓地感觉是比较容易六啦，丢叉哦，你要包那里是不是？那我就往外走了，这样你就包不到。嘿，对，他还没修叉，还是他要冲过来，感觉应该是冲过来哦。这个板子搏一下，这里一刀空，那我现在好吧，当然也行 ，OK。然后这样也是溜了两台机，然后古董要来救人，哦，三台了。目前剩下两条密码机，然后冒险家被通气。
好，然后他用个水渊，现在古董已经就位了，就位了。那这样，应该待会应该是要往左边走。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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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边，对，嘿，这样就又36% 的水汽。那这个板子博弈这里要小心一个弹刀，它闪现，刚之前好像用过了，差一点呢，刚才那一刀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板子，就直接绕过去骗个板吧，它丢个叉。OK， 那这样应该是没有看到我吧？没有吧？那这样我就直接转点好了。诶，那么快哦，冲过来是不是？那我要轮黄布鲁哦。你要冲吗？没有，他收差了。轮黄布一个蓄力，我去，好吧，蓄力带走。密码机剩下一台，感觉应该是可以啦，机子够的。如果有人在修，他刚刚卡了一下，是不是？那个速度有变慢。好，然后二挂，接下来古董应该是不敢来救了。嘿，要么就没有冒险家修机，然后小女孩被通气，不过被救下来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不要被震折，拜托。呜呼呼，拿到椅子，我还以为他被震折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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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这里。这里直接下，赶快可以。哎，先不要下了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这里就下了。嘿嘿，刚才第一个板子那里下的话肯定会死掉，所以这里绕过来，那我放过去喽。然后这里是不要下，直接过去。这里应该是有个板子。嘿，对。然后这里丢叉是不是？那我就先离开。你要干嘛？犯窗喽。冲吗？没有冲到这里。哎呦，先等一下。好，然后再进小屋六，感觉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吧？直接开是我又说错了吗？我就专心破译，因为我怕他们机子还没好啊。好，这里刚才真的是压了一个一刀斩啊。好，然后还是追我吗？看这心跳感觉应该是的。那我们再回来这里溜，距离还有一大段呢、啊。小女孩已经先走了，那代表我们已经开了，这局赢面完全有了。这里好吧，不要被骗，还是被骗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调香祭天，法力无边呐、啊。OK， 都走了，那也蛮应该是结束了。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